积于跬步，凌于高峰，成于大道，行于天路，至诚至精，我们是天津航空。2009年6月8日，在海航集团与天津市政府的共同推动下，天津航空正式挂牌成立。自成立以来，天航人始终怀抱进取之心，孜孜以求。从此，天津航空踏上了勇于开拓的进取之路。今天，天津航空已发展成为净资产超100亿的中型航空公司，拥有以 A320、E190、E145 为主的年轻豪华机队，总机队规模近90架，逐步建立起以天津、西安、呼和浩特、乌鲁木齐、贵阳等9大枢纽的区域航线网络，航线网络遍布全国及周边国家。目前，天津航空共计开通150余条国际国内航线，通航城市100座，年旅客运输量1000余万人次。凭借良好的运行品质和优质的服务品质，天津航空荣膺全球 SKYTRAX 4星航空公司称号 ，SKYTRAX 中国最佳区域航空公司。实力不仅在于表面，更是背后的持之以恒。天津航空斥资引进多台飞行模拟机和客舱模拟舱训练设施，完善飞行培训体系，提升飞行安全和运行品质。天津航空重视人才培养，拥有飞行员梯队共1500余人。空中乘务员1000余人，维修工程师超过700人，航务人员100余人，专职航空安全员近300人。他们以恪尽职守、保驾护航为己任，时刻守护每一个航班。2011年。通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运行安全审核认证，安全运行管理直接与国际接轨。截至目前，天津航空连续安全运营8年，累计安全飞行已超过92万小时。不断精进的经营态度使企业充满活力。天津航空始终秉承轻松便捷的服务理念，以打造您身边的航空公司品牌为己任，致力于为广大旅客提供人性化的空地保障服务和售后跟踪服务。优越舒适的客舱环境，高质多样的特色餐饮， WiFi and Pad 等机上娱乐项目，享旅客所享，使旅客倍感轻松。24小时订票热线、天航官网以及微服务等完善的电子商务运营模式，真正满足乘客便捷的需求。作为海航集团成员企业，天津航空坚持回馈社会，每一笔饱含深情的捐助，都体现着天航人的无尽爱心，更承载着天航人心中强烈的社会责任。多年来，天津航空秉承为社会做点事、为他人做点事的企业精神，多次与政府机关、慈善机构以及友好媒体合作，开展社会公益活动。未来，属于敢于勾画蓝图的智者，天津航空将紧抓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机遇，
本着立足天津、面向世界的发展理念，打造具备区域主导竞争优势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低成本航空公司，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，谱写天津航空的全新壮美篇章。